外的毛病呢？哎，太行了！毛病啊！哎，毛病呢是发痒，哎，病啊！哦，也是咱村的，啊，哦，不是外地来的吧？不是，你就是，哈哈哈哈哈！跟同学，发痒就是出去看到点新鲜事儿吧。 捡点古董，捞上点古董，我们捞上点。完了，捡，够多，捞一个。不是，俺在村捞出这个罐罐啦，这个纸钱啦，这个什么？纸钱也不对。啊，纸钱俺这块还带的。哦，带那个。这块带的。你越会找着。哦，纸钱这是个钱。哦，这是松子，松子通包通。松子包通。 啊，这是发芽结的，不是，这俺家里的。啊，家里头就有这个。嗯，看多了一天，哦，家里头，嗯，人家看多了。啊，家里头咋就拿了看多这个纸钱？纸钱卖的，手工工的来5块钱就卖的，一个卖5块钱。哦，那家的纸钱是从哪来的？ 就以前就是就是跟着老古法，他就屋子上就有了。哦，跟老古法住着有8个。哦，8个。啊，领子上就有8个。啊，哦。这都是老古法，这是都清朝的纸钱了。啊。那把清朝时候改了。啊。啊，有好几百年历史的老法。啊，就拆一副就拆下8个。 哦，拆下8个来，这就现在带了一个，清朝松子的嘛，松子的时候的，哦，自己家老五，老花的，现在把画拆了，哎呀，要是不拆是不是也值点钱了？嗯，有二十多个样，哦，我有卡刀，就摸着了卡刀，有个公样打，你那公样肯定打，叫肯定叫什么？啊，叫个电，叫老多刀，卡刀，啊，啊，这个电卡刀子了，是啊，这是这个，我给打的是的，卡刀了，卡刀了，啊，有几百斤，有二百斤，哦，二百斤，嗯，那个肯定打了烹饪吧，不烹，不烹饪。 挂了，没挂他俩，他妈老太。那事儿去碰吧，不碰了。哎呀，那要定一下，九点就定到了。啊，爬到了，爬一下就爬到。一下就碰到。上那个山，那白云山上有这个景点的影模，怎么去找找去？哎，有了吧？有了吧？啊，没去找，爬上没赶上要去找去。走不见。啊。 走不见，走不见，应该是刮奖走就。啊，那发芽是碰见点什么？什么碰见？没，什么碰见？一山那两个楼外旁不见，走不见，碰见老少了。哎，没，哪里这个还有一个楼了？没了，因为有野兔了，野兔、野鸡。哦，有碰见个狐狸啦、狐仙啦，就是。 这湖里澄净的那个没碰见，没有，没有，差了。